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河马飞马挺。除了尔湾之外，我们也经常在尔湾南边的城市看房，比如 La Grande Gueule， 还有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叫 Leather Ranch。Leather Ranch 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小众的白人城市，非常高端。它地址经常写密宣比耶吼。这套房子非常非常完美，三大特色。我们先讲一下数据：室内是3025尺，3025，占地5140尺，售价195万，但这个价格我觉得肯定要加价。院子朝南，好，我们讲还有三个特色。第一大特色还是入户有挑高的客厅，它是一个独立屋，门前也很漂亮。第一大特色，它入户有挑高的客厅。第二特色，它的后院没有邻居，是一片山景。第三特色，还有很多改造升级的空间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详细介绍。好，一进来是 engineer 屋的工程实木地板 ，living room 两层挑高，非常漂亮，两层挑高。其实他说邻居是会把这个两层也可以封起来，上面增加一个 loft 或者第五个房间也可以，上面都有窗户了。好，这是一进来 living room， 然后上楼楼梯这边也是木地板，再往里走是他的餐厅 dining room。Dining room 也是挑高的，这个地方就是有改造空间的，上面可以封起来变成一个 loft 或者第五个房间，这是建商当时都给 option 可以升级的。在餐厅对面是有它的侧院，侧院做的水景，外面都是石材的地砖和水景一体化。好，再往里走，一楼是有一个书房，书房的卫生间它是半卫，但是建商也给 option 可以变成一个全卫，这也可以自己升级。好，再往里走，这边现在是厨房和family room 家庭厅，带壁炉。房龄是1999年的，整个房子做过 repipe， 做过这个水管的更换。厨房部分特别介绍一下，刚刚完成翻新，现在比较流行的白色台面。白色的橱柜，还蓝色这个岛台的墙壁，它的电器都用的非常高端的品牌，而且是 oversize 就大尺寸的。电器品牌非常高端。这边还增加了一个接水口，就是在做饭烧汤的时候要加水，不用把锅端到旁边的这个水龙头这边，直接在炉灶上就可以加水。嵌入式冰箱、微波炉，然后还有一个酒柜。好，这是一楼的客厅。后院没有邻居，占地是5140尺，5140尺，后院是一片山景。而且看不到屋顶，不像其他的山景是先看到屋顶再看山景。这里有一个遮阳平台，下面放了沙发，蓝色沙发，旁边是蒸草，做得非常精致，而且细节做得很完美。我们看一楼这个房间，一楼房间是一个书房，但是也可以也算一个房间，它是四房三卫，一楼这个房间是这个书房算房间的，应该是样板间的装修，都贴了墙纸。为什么算房间呢？因为它是升级为书房，实际上这个地方是可以变成一个 closet 的，就是一个衣帽间，但衣帽间呢就算房间了，它只是把这个衣帽间打开变成一个书房。然后在它的后面是它的卫生间，这卫生间呢可以把这个水池移到这边来，移到这个位置，然后里面做一个淋浴房，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全卫。还有隐藏空间，这个车库门旁边还有一个小的一个书房，很漂亮哦。所以一楼是有一个书房，其实算房间，因为它有 walking closet 的，有衣帽间的空间，并且卫生间可以改为全卫。好，这是客厅，刚才后院看过了，厨房升级过的。一楼我们就拍了大概快5分钟了。挑高的这个餐厅是可以封起来变成一个楼上 loft。 好，我们上楼看一下。
楼梯这边也都是木地板，上楼的时候是可以和这个 dining room 互动的。它这个房子挑高做的真的非常完美。上来之后，主卧和两个次卧是分开的，这边有一个弧形的走廊，在这里有点像船头的位置，是可以看前面的 living room 的，两层挑高。在这里的弧形就又是看 dining room 的，里面主卧对着后院，然后这个空间走过来两个次卧，还有公共的卫生间，还有洗衣房，这是洗衣房，每个次卧都很大哦。次卧里面地毯，并且都有步入的衣帽间空间。这个次卧是朝着前院的，蓝色的墙壁，应该是样板间。你看前面蓝色墙壁下面还有这种这个装饰，木门装饰。好，再往里走是两个房间，公共的卫生间。蓝色元素很多，地毯和这个收纳包都是蓝色的。你看里面的淋浴房的这个帘子也都蓝色的。好，另外一个房间，这个样板间做成了，只有样板间才会做这样的效果，一般的房子不会。浅蓝色的房间，也有步入的衣帽间。这个房间里面是木地板。好，这是两个次卧、公共卫生间还有洗衣房，在上楼的一侧，主卧是独享另外一侧，主卧是跟后面连在一起。并且是一片山景，主卧里面也是地毯，地毯比较厚，都是木质百叶窗。主卧还有壁炉，楼下的 family room 也有壁炉，现在新房的没有壁炉。好，这个空间是观景的空间，外面是一片山景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里是能看到自己家院子，后面没有邻居，水上房三大特色，后面没有邻居，带景观，然后是有升级空间的，可以增加面积 ，loft 可以把 high ceiling 变成 loft。好，这是它主卧卫生间，地砖非常漂亮的这个浴缸，它的整个。主卧都是用这种墙纸把它包裹起来。衣帽间，这里是卫生间，它应该是双衣帽间，这里面也是一个衣帽间，只是门锁上了。好，我们来总结这套房子。这套房子是在 Leather Ranch 瓦尔瓦南大概20分钟车程，地址有时候会用 Mission Viejo。室内是3025尺，3025尺，占地是5140尺，四房三卫。它有三个特色，第一大特色是，有挑高的客厅，它而且不仅客厅挑高，餐厅也挑高。第二大特色是它的后院没有邻居，带景观。第三大特色是它有很多改造空间，比如一楼的书房可以变成一个房间、卫生间，从半卫变成全卫。然后dining room餐厅上面可以增加一个 loft， 可以增加面积。好，有兴趣约河马经纪人看房，谢谢大家，这套房真的很不错。